宇宙中五大极端疯狂事件，彗木相撞事件，木星个头最大，责任也大，它是太阳系内公认的活靶子。1994年，世界目睹了20多块排队而来的宇宙碎片列车以毁天灭地之势对木星发动了连环撞击，释放了约6万亿 TNT 的爆炸能量，仅仅撞击产生的痕迹就与地球的尺寸相当，这代表着其中任何一颗彗星撞击地球都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行星杀手 SDSS-1557 在距地1000光年的宇宙深空，天文学家捕捉到了一颗吞噬自家行星的白矮星。行星在这个过程中因无法承受白矮星强大的引力而直接被解体，解体后的碎片也将慢慢地掉入白矮星中。生于恒星，归于恒星，或许很久以前这颗行星上也存在着外星文明，又或许我们的未来就是他们的现在。噬星体黑寡妇脉冲星，星如其名，它极为稀有，极度危险，它在银河系内横冲直撞，时速高达100万公里，其超高的自转速度和质量已然强大到处于物理学的边界，随时都可能突破成为一个黑洞。它有一颗伴星正在承受着地狱般的痛苦，黑寡妇发出的超强辐射直接将伴星加热到将近12000度，这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的2倍。想象一下，一个只有10几公里的脉冲星正在摧毁一个比木星还大的伴星，它敲星吸氦，伴星的体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变小，最终也将消失殆尽。 GRB-08031-9B 也称克拉克事件，发生在75亿年前，这是历史记录最壮观的伽马射线暴事件，它刷新了人类肉眼可见最远天体，一颗诞生于宇宙早期的超高质量恒星因燃料耗尽开始向内坍缩，核心所有物质都被压缩到无尽的黑暗虚空。与此同时，一场无与伦比的超新星爆炸在宇宙中呈现，在这一瞬间，爆炸产生的光亮超过我们整个银河系的100万倍，两股可怕的伽马射线喷流以一势不可挡的趋势震荡整个宇宙。该事件在爆炸发生的75亿年后被我们所发现，其余晖在裸眼可见的情况下依然持续了达30秒。想象一下，你在黑夜可以用肉眼看到75亿光年外的景象，那将是一股多么恐怖的能量。宇宙中最极端疯狂的事件，也是宇宙未来发展史必将经历的过程，星系碰撞合并，这种事件一直在宇宙中上演。这些星系恒星的超大质量黑洞带领着自己庞大的恒星队伍冲向临近的其他星系，星尘就犹如巨大的水珠在宇宙的纹理上凝结，这些星系最终彼此靠近，它们因引力相应。引力剥去了星系长长的尾巴和远处的恒星，这一碰撞合并过程将持续数千万乃至数亿年之久，而我们也有幸看到了这正处于碰撞过程或已经合并结束的美妙画面。这就是来自宇宙的奥妙与神奇。